总而言之，在今天的对谈当中的重点就是必须有人去做引导，让你真的开始走入这条路，否则你会在门外绕半圈。你知道你的生活好像隐隐约约生命中有一个路要引导，但是你还在转圈哈。在转圈，然后这也是要两个方法才会想。我很愿意去用你的方式引导你，你也要愿意接受。你要有一个，他这个要被引导，你愿意接受才行。我已经符合掉，像我刚刚说的天主教这件事情，我都已经用天主教的方式来引导你。你也必须接受我们帮你做的事情才会想。那如果今天我再怎么样配合你，都不愿意放下心中的那个执念的时候，永远进不来，永远进不来，永远进不来，你就没有办法受到大学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做什么做半个月再做一件事是可以的，我每个月我吃了没啥给你拿的。爱老婆反正。你都没问题啊，从头到尾都没问题，我只是咳嗽而已，长新冠的咳嗽而已。那你是比较轻微的啦，我比较严重。最严重那个传染者传给同事的，那个最严重。小乱哦，你我靠哦。蛮深看的。我知。冰不来，然后整个眼睛不对。他都是先做，然后就说哦，我已经做完了。对，哦，刚刚做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今天如愿以偿。姐夫好认真哦。是啊，哦，你有刚你有没有啊？好，出去吃。我也没叫。好。你们要出去吃啊？不错不错。哎，拜拜。我看着姐夫做事啊。就 OK， 我陪你们一起看着姐夫做事。我看看，全身都新的。再拍。那边还有，我们没有兴趣。可以做点那个。我说就只有一位，皮肤最差。三位。他吃素吗？
连接有打开吗？你是用 Media Player 吧？啊，我爱找点故事。举手吓我一跳。你早起好，你该关心着。然后做要不要勉强了、哦、注意安全。没关系啊，直接过啊，直接过啊，对，直接。好久没来了。嗯。
新的手机呢，是不是要灌软底，要把我的账号拿回来？是不是我的灵魂又回来了？是不是？是。但小我有没有回来？小我本身就在手机里，小我是这台手机的 BIOS 控制系统在里面。其实这个在国家叫做真如是其中一个不同手追寻那个在修行过程，哪一天真的证悟到那个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你刚有撞伤吗？没有。哦，好好。还刚跌了一下，对，吓我一跳，我手机差点丢掉上去扶你，你知道吗？差点飞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惊跌，惊跌。哎，我哎惊跌，爱修起，修起。没有，他会叫，给他叫就好。地理风水位，定调定调。昨天你瞧我说左右讲。
所以该玩该过的。对，放开了，放开。该温柔的，该温柔的，嘿，我手帕的，该温柔的，嘿。不要太凶，嘿，天气很热，不要流太多汗，嘿。放开，放开。不要这样。啊，是这样。我讲是中国，有可能你买什么中国？哦，这是做正常。真的，所以不用抱任何期待，放松心就对了。放松的用心，大马路请静下来，左转，不要转，全年上变故，那我们会怎么样嘛？不会，不会，你想要怎样就怎样，你想要唱歌跳舞哭泣，哎，都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是很随意的。你不要打人就好。我们跟踪走了，我不知道你之前你固有心里的形象或心态会是怎么样，但是在这里是很随意，我们就是，那我们把心打开，把我跟这个地方开。其实就很简单，哎，不要想太多，对啊，你看大家都会帮你的，哎，帮你，所以没有什么，放过来就行。我是对啊，我蛮简单，我蛮不正常，哎呀，所以什么都可以。那个叫